大家好，我是苏新浩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它可能有点特别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事情，就是我想分享我的生活，但是呢，它这个分享的这个方式呢，它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它不是通过传统的一个口说或者是口述讲的这个方式，而是通过唱，或者是通过一段旋律。或者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编曲，它可能只有一段儿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反映出我今天这一个心情，或者是，能唱出我今天遇到的这个具体的一个什么事情。现在是4月8号的早上6:50，我今天特意提早起来来录这个视频，不然我就要去吃了饭就要去学校考试了。等我考完试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好好的琢磨一下，想一下。怎么给大家分享这个视频？现在是4月10号的早上6:50左右，我现在去公司啊，本来是9点的课，我想早点过去，早点去公司做我那个事儿，因为平常实在是太没有时间了，我已经有一周好像都没有碰那个我的电脑了。已经手太痒了，所以现在去公司。你看这个早上啊，这个外面的这个风景就特别的好。大家能看到那个太阳吗？像有时候我拍微博的时候呢，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就在这种比较刚日出的这个地方，这种拍。现在刚到公司，你看这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哇，可以终于来到公司了，大家看，久违的地方。这个旋律该写点啥呢？早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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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，我们再加一个鼓进去。就像，它这个贝斯的话，怎么设计呢？就跟着它第一鼓走嘛，就可以像是，我想的话，这段旋律应该我把它放在副歌了，在副歌二上面做一个4:8的一个 riff，差不多。哦，突然想一个东西，我可以在你钢琴，它可以一个是主声道，一个声道，帮我两边弹不同的一个声部。来试一下。然后一个放右，一个放左。然后把它们合起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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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们现在把所有的合起来听一下。如果要加一些唱进去的话，可能就稍微有点那么小低。要不我们先升半个调试一下。OK，
现在我加一段词儿进去，简简单单的一段词儿进去。OK， 那我就来先录一下。Please blame me。Please blame me。Please blame me。I'm the city, what's with that? I just want to what I want. I'm the city, what's with that? I just want to what I want. Please blame me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